是动脚，没动身体哦，哈、哦。啊，我轻轻的哦，我只滑出去而已哦。有没有？我脚往后缩，有没有？或者这样子也可以，高低都不是重点。两脚一起滑没关系，另外一种叫做太空半步，就是一前一后。我现在用左脚滑，再用右脚滑，左脚滑，右脚滑，分开滑也可以。两轮有小快乐，懂不懂？眼睛看前面，不要看地上，看地上头都晕了，就会歪了。哦，啊，身体不能动，身体我没有动，你有没有？我刚刚身体有没有动？没有嘛，哦，我只有动脚而已。而且我是轻轻的滑，跟鸭子滑水一样，很优美的滑，我没有很用力，不需要用力，哈、哦。哦，你看我的脚，再一次做给你看哦，你看我脚，我轻轻的滑出去而已哦，然后脚都缩起来了哦，有没有离地？离多高都不是重点。有没有离地？有没有很轻松？小孩子，小孩子在我那边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很好。再滑一次，来撞在一起了，撞在一起了，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有感觉，对，你比刚才好了，对。哎，不行，就这种感觉啊，对。